我第一集有收看，然后第二集来的时候，其实我是很兴奋的，因为我真的很想看。然后我觉得看完电影之后真的是有很大的收获啦，因为那个 plot 真的是比第一集还更 interesting 更好看，所以就是大家要多多来支持这部电影。